天电视新闻部利用人造卫星现场直播香港回归的情况的。同大家主持这个节目的呢，有我郑兴辉和我身边的同事何杰文的。各位观众你好，香港回归中国呢，是由于中英两国在84年的12月19号签署了一份中英联合声明。在声明里面，双方是同意在97年的7月1号将香港的管治权归还返给中国的。真是啊，在这个历史性时刻里面，相信每位家庭观众都很想知道究竟香港现在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城市电视新闻部会由现在至到7月1号的凌晨连续30小时利用人造卫星直接报道香港回归的情形的。据消息讲，在香港时间30号下午4点半钟左右，港督谭定康已经在他的港督府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将英国国旗和香港的旗帜除下。咁谭定康跟住咧就会去到天马栏参加一个告别仪式，到到夜晚佢就会去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参加酒会嘅。系啊，六月三十号晚最重要嘅时刻就系香港政权嘅交接仪式噶啦。咁据新华社话啦，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嘅有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以及香港后任特区行政首长董建华嘅。而英方的成员呢，就有王储查理斯以及英国外相郭伟邦以及港督谭定康都会参加这个主持交接式的。咁我哋加拿大的外交部长艾斯和菲都有出席这个仪式。咁喺温哥华方面都有四位知名人士出席噶，咁佢哋系王威、郑玉恒、谢伯恒同埋谢华珍。不过联邦外交部亚太事务国务部长咧就冇去到咯。系啊，根据港府嘅交接仪式统筹处处长林素伦就话，除了中英兩國的官員之外，全球各地的主要的政策和國際組織的代表都會參加這個主權交接儀式，例如好像是美國國務卿布爾布賴特以及一些其他的國際性組織的代表都會參加，人數就會接近是4000人那麼多。在過去一個星期，我們的特約記者梅傑華亦都去到香港為我們報導過一些近期有關香港回歸的情況。在世界各地方面亦都有超过750个新闻机构和8400名新闻工作人员呢去到香港进行一个采访的。是啊，我们加拿大方面呢就有21个传媒机构呢派出接近70名的记者到香港采访香港回归的成员的。是啊，我们现在接过来终于收到来自香港人造卫星的信号了。不如我们大家一起见证一下香港历史回归的一刻。